好，弟弟，你可以吃哈密瓜了，爸爸切一半了，你吃吧。汤匙在这里，汤匙给你。这一颗要好几百哦，你用右手，用右手，来，然后伸进去捞起来，试着我先固定，先固定，好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另外一边，你这样子的话挖不出来，爸爸教你，你这样，弟弟你这样子挖，爸爸教你怎么挖哈密瓜，这样子从里面这样挖，哎，这样挖，挖起来之后吃看看好不好吃，味道怎样？好吃吗？好甜。好甜，对不对？自己用，用爸爸教你的方法试试看，自己摇，插进去，用右手，用右手。你现在是用左手，对，好。不过你拿汤匙姿势好奇怪哦，你会不会用汤匙啊？好，没关系，慢慢练习，慢慢练习。好吃啊！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放在这边？好了，爸爸吃。OK，慢慢把它吃完了，可以吗？好吃，超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慢慢吃完了，剩下的另外一半我会给姐姐。